油面。嗯，阿宝，你在做什么？阿公，我快期末考了，想求求菩萨给我考个好成绩。求求菩萨考个好成绩。平时不认真读书，现在才临时抱佛脚。我跟你一起复习。信不闹有啥，群众就排名。意思就是说有信仰，但是不能有迷信。迷信一旦成风，就会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。想要有好的结果，还是要靠平时努力才行。